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它将对开通运营前的高铁线路展开最后一次极其严格和全面的检验。铁路术语叫做“连条连式”。综合检测列车装备着各种高精度的传感器和测试设备，可以对线路上的每一个部件进行精确的检测，以消除任何潜在的安全隐患。 我们明确规定，连条连式的这个速度啊，要比实际运营的速度高10%以上。另外呢，就是每一项设备的单项试验的速度，都要远远高于连条连式的速度和这个实际运营的速度。那么这种盈余啊，对高铁的安全可靠十分重要。高速铁路跨越大江大河。 穿越崇山峻岭，也穿过不同的气候带，复杂多变的地形，长达10几公里的隧道，以及雨雪天气，对高速运行的列车来说，每一项因素都潜藏危险。保障安全，这是高速铁路必须首先面对的课题。实际上，高铁建造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 都对安全有着充分的考虑，包括极端条件下可能遇到的风险。作为高新技术的集成，诸多尖端技术在保证列车能以高速度运行的同时，也确保了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的一系列安全因素。但除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设计和手段，高速铁路运行的安全还依赖于日常的检修和养护。 在列车车轮的巨大压力和冲击下，钢轨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损伤，从而给高速运行的列车带来安全危险。靠经验，探伤这个活吧，就是伤损发现越多，经验越丰富。这是探头的分布，避险的分布图。赵建华就是一个给钢轨探伤和查找病情的人。 自从蓝星高铁开通后，他一直守护在途经新疆哈密的这段线路上，排查钢轨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在赵建华的工作室里，收集着很多根有伤痕的钢轨。这伤损是更难发现了，因为它是在额部的下面，额部的下的我们这个探头打到这以后，一个反射角，反射角，都想着这个反射角。 是这个脚底下嘛，其实它是个夹渣引起的和伤慢慢发展成这个，这也就10个吧左右吧，这个伤就断了。所以啥？这个你说高铁伤损，可能容纳可能有个黄的那么大吧，黄那么大，可能如果你发现不了，慢慢慢慢就得断掉。他常常结合这些钢轨。 把探伤知识具体直观地传授给钢参加工作的同事们，也就是我们从线上拿回来的轨，必须让他们进行在这面再摸索，把这面伤全能发现，这是实做，再考他们理论，一个一个过关，过关以后送到各班去，然后他们能单独作业，最起码达到这个标准。这是我写的劳模伤损日记啊、哦。 这就是，我这几年发展的特殊伤损，一四年九月28，在柳园站发现一个钢轨，纵向裂纹23米。05年，我在那个也在柳园，柳园那个柳东发现一根是硅底纵向裂纹，4米8。高速铁路的钢轨检测，都在夜间进行。探头探这个硅底角，到不了40个，也就是能干35、56个，有的时候要走的好的吧。 多干点，有时候少嘛，你能干30个。一根钢轨500米长，30多根钢轨就是30多里的路程。第一道手续必须制备，必须得达到一定程度。其实探伤这块，我觉得就跟那个医生有点像，只不过医生对的是人，咱们对的是钢轨。工人们手中的钢轨探伤仪，如同医生的听诊器，利用超声波。 来探测钢轨的损伤状况，锈基本上打干净了。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长夜里，在茫茫戈壁上，这些普通的炭商工人以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呵护着高铁运行的安全。炭商这东西不是说这样子的，你去看啊，你必须在现场，必须得你去接触，得干，这个经验才能积累起来。像我师傅那个炭商日记，那都是他多少年的心血，可能是吧。冬天这个手也是这样子，手就冻得招不住，炭头不一定能摸住，因为他们那个戴手套吧，摸炭头不好摸。这东西就是讲究细，在高铁上更要细。对，这是个良心活。咱们再前移。穿越了戈壁和丝绸古道的兰新高铁，也穿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铁隧道——祁连山隧道。这里海拔3600多米，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只有-4-5度，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80%。马万里和他的伙伴们刚刚完成一次养护任务，他们的工作职责是确保从青海的门源到祁连山山丹军马场这段线路的安全运营。哥哥，来。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小伙子。自2014年底兰新高铁开通以来，他们已经在这里坚守了450多天。这个地方呢，一天只有2个季节，一个是冬至，一个是大月子冬至。马万里他们的工区建在祁连山下，离最近的镇子有50多公里的路程。除了偶然来放牧的牧民外，几乎一年也见不到外来的人。我给我朋友，我记得我说我在那儿3个月见的人，没有我在西安火车站3分钟见的人多。夜里10点，一天的工作开始了。咱们乘坐轨道车，从搬迁就包括前期的准备、点面、工资就材料准备，差不多10点钟开始。咱们这地方海拔比较高，加上晚上这个金条吧，相对着工作强度就有点大。在凛冽的夜风中，每一根路轨、每一处接缝都要严格检查。33，这是33，这是32。刚才咱们推车的时候，主要就是这个测量着轨道的几何尺寸，然后测完之后，进行对这个利用软件把这个方案出来之后，根据出来的方案，然后把每个轨整的调整量，对应的标上之后，咱们就开始下一步就开始进行这个精调。马万里负责的区段，大概3个月能把整个线路检测一遍。检测完成后，他们会再回到起点，重新开始检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天亮了，这意味着一天工作的结束。他们迎着朝阳返回工地。不久，新一天的第一辆高铁列车将通过这片区域。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嘛，那就走下去。安全不仅是高速铁路运行品质的基本保证，也为高速铁路作为一种优质的公共产品提供了保障。在安全的基础上，人们也在努力打造新型车站，以推动高速铁路成为时尚、智慧与人性化的代名词。杭州东站
就是现阶段中国建成的最后一座巨型现代化车站。高速铁路、五速铁路、地铁、城市公交，使它跻身当今世界最复杂的交通枢纽行列。32万平方米的站房，34条古道，18座站台的站场，也使它在全亚洲的超大型火车客运站中名列前茅。为建造这座车站，人们浇筑了60万方混凝土，这足以使一个标准足球场被填高90米，消耗了17万吨钢材，差不多可以再造2座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在杭州东站拔地而起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北京南站、上海虹桥站、广州南站、武汉站、南京南站等一系列现代化铁路客站。每一座大型高铁车站都是构想与技术的结合，是梦想对能力的挑战。上海虹桥枢纽也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它以130万平方米的占地总面积、23万平方米的建筑总面积，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公共交通以及航空港容纳为一体。我认为可能这个超级建筑和超级的枢纽基于2点吧。第一点就是说，是它本身的建筑的体量非常大，可能接近140万的整个的一个体量的一个平方米体量的建筑，这可能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巨物吧。另外呢，它本身来说，就是说它各种交通工具放在一起，综合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枢纽这么一个运作，这可能本身也超级概念。在虹桥枢纽，每天有100万人在好几种不同的交通工具间转换，高铁、航空、地铁、城市公交、出租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并存，可产生56种换乘模式。中国将近1/5的人口生活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是整个周边区域的交通网络中心。我在地铁在整个虹桥枢纽这一块，这个运载量达到70%，基本上就是高铁下来的客流跟着机场下来客流，往市区的上海市区的方向都是靠地铁运载的。将机场、地铁、高铁等多种交通方式纳为一体，不仅需要创新性的理念，更需要创新性的策略。对设计师们来说，一个重大考验就是如何尽可能缩短旅客在不同交通工具之间的换乘距离。各种旅客在这个枢纽里边进行换乘，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挑战。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挑战？我们从设计上来会提出很多的新的问题，怎么样简洁、方便、高效？怎么来处理这些旅客在这个枢纽里边的一些换乘？如何在整个交通建筑中结合在一起？设计师们给出的答案是：首先以立体化的方式将多种交通方式构筑于单一的建筑体制中。而按照传统的设计理念，多种交通方式平面布置，这个枢纽将绵延6公里长，从一端走到另一端要花1个小时之多。
那么在传统意义上的枢纽呢，也叫枢纽，只不过呢它会做一些平面化的一些东西，各个场站呢平铺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这个浪费土地，主要的问题呢还是换乘呢不方便不便捷。设计师们将各种交通方式一个个叠加在一起，这样将建筑长度缩短到2公里，换乘步行时间最多是25分钟。那么把它立体化以后呢，是一个解决枢纽整个集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它体量又大，而且又要一些立体的一些组合，那么你只能上发展，或者是向地下发展。那么虹桥站呢，在设计当中呢，基本上就是地下呢有3层，底下1层公共区，然后下面2层呢是地铁。地面上呢，有2层，一个是就是站台层，就坐火车那一层，再上面呢是高架候车层。与上海虹桥枢纽一样，像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杭州东站这些大型交通枢纽都采用了立体化布局的设计理念。虹桥枢纽是现代上海的门户，需要具有国际化风格和人性化设计，带给旅客舒适的体验。困惑我们设计师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么超级枢纽里边，怎么样通过规划设计能够达到一个人性化的要求，能够使这个建筑使用起来比较顺畅，旅客比较愉悦，让人家能够喜欢这种空间环境，这可能是我们的设计师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夏季时，上海平均气温35度，虽然车站内建造了4部巨大的中央空调，但几十万人的人流密度会让冷气失去作用。这时候呢，又增加了一些遮阳的一些措施，那么在两侧呢，布置了一些叫遮阳的这个穿孔板，那么在中间呢，布置的是整个的这个遮阳帘。那么在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这遮阳帘呢可以关上，起到这个遮阳的作用。如果要是在冬天，比如说比较寒冷的季节，那么把这个遮阳帘打开，能够让旅客呢直接感受到冬天温暖的这阳光，所以在整个的候车厅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开敞，非常通透，非常明亮。来追求这种感觉。我比较喜欢虹桥枢纽，我每次出差回来，我都会再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当时设计的一些想法、一些要求，或者到使用上情况怎么样。我总的感到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非常人性。高铁车站为高速铁路衔接城市、连通旅客提供了优良的基础设施，但高速铁路的品质不仅取决于公共设施，更取决于人性化的服务。我们有时候吃饭没有时间表，3、4点吃中午饭，然后要不然有时候就吃一顿饭。维吾尔族姑娘古丽飞岩是个标准的铁三代，祖辈父辈都是铁路人，而她是一名高铁乘务员。2014年，随着兰新高铁的开通，新疆结束了没有高铁的历史。每次出车前，列车长杜雨田照例要给大家开个会，讲一下上车后应该注意的事项，对旅客的服务态度是会议的重点。上下车人数都非常多，那么就要提前做好预想，做好旅客的车辆服务。
因为我们是动车代表了新疆最高的服务水平啊，所以说对旅客的服务我们是一定要保证微笑服务，对不对？然后一定要对旅客进行关爱关心。自从高速铁路开通后，列车上的服务员被人们称为动姐。他们靓丽的外形，亲切的服务，为旅客乘坐高铁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动车队是全程站立式服务，我们有空座也是不允许坐的。各位旅客，请出示一下车票及身份证件。但这份工作背后的艰苦，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11月21日到达陕山北车站，查看车内卫生，办理补票，宣传注意事项，排查安全隐患，处理突发事件。请大家不着急，等黄座靠板伸出以后再下车。每一次到站离站，他们还要重复检票、登记和整理行李。各位旅客下车时，等列车停稳以后，黄座板伸出以后再下车。带小孩到儿童把小孩看管好，不要掉下站台。我们的书刊是免费阅读提供的。八节车厢，200余米的距离，3分钟的巡视路程。这段不长的路，出一次车要走上40-50趟，一年下来就是1000多公里。那个山本，日本一家旅行社的导游。甘肃和新疆是他经常带队来的地方。以前他带领的旅行团主要乘坐飞机，现在已改成高铁。昨天虽然日本是全世界最早建成高速铁路的国家，但乘坐中国高铁依然让这些日本游客感受深刻。新幹線は使うのはビジネスマンが多いんで、みんなスーツ着て乗ってますけれども、中国の新幹線はやっぱりビジネス客が少なくて、ラブな格好で乗ってます。それが一番違います。景色なんかとてもずっと雄大な山の景色をずっと見ながらで、とても景観がいいです。それと日本では景色がどんどん変わるのに、中国はどこまで行っても同じ景色なので、すごい中国の広さを感じます。中国の東鉄に乗って、とてもいいなと思う方、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全員楽しいです。大区间的时候，我们会那样子，就是跟车厢里面的旅客互动呀，会跟他们一起那样活跃一下气氛。在乌鲁木齐与兰州之间，高速铁路穿越的路段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在这条兴旺了数世纪之久，曾经流动着原料、商品、思想、文化和艺术的道路上，如今人们构筑起一条穿越时空的快速走廊。古老的丝绸之路发生着崭新的变化，新时代的中国也伴随着风驰电掣的高速列车，跃动着强有力的脉搏。在英国麦克唐纳出版社出版的《曾预言了高速铁路的人类改造自然》一书中，对铁路有这样的表述：铁路是一种服务，即使赔钱也要办下去，正如城市供水和清除垃圾服务一样。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铁路具有突出的社会公益性质，是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而作为中国新技术与新装备的象征，高铁为社会和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优质的公共产品。再右一点，再右一点，下一点，上一点点，往上。北京九仙桥798艺术区内的这座写字楼，是何善恒的办公室。这位出生在香港的80后，来内地发展已有8年。作为 WE 家联合办公空间的创始人之一，何善恒推出了一种比较新颖的理念，面向小微型创业企业提供联合办公空间。现在 WE 家的布局已经是跟着高铁来走，很多人会看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有高铁站，哪怕我们进去省会城市或者二线的城市，我们要考虑到是我们在我们那个省会城市是否有高铁的网络能连接到的。由于业务关系，何善恒经常奔波于国内各大城市之间，以前出行大多依赖飞机，但现在高铁成了他最主要的选择。平稳舒适的高铁列车不但让他能够快速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也成了他的移动办公室。全国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就很习惯在这么交通里边的时候尝试办公，但是我发现最高效的办公还是在高铁。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城市密集的经济区内，高铁无疑是穿梭于各个城市间最便捷、最理想的交通工具。正是借助高铁，何善恒的业务效率大大提升。在没有高铁之前，可能是个2天的事，但是我浓缩了在1天里面，在3个城市出现，这点对我们的企业的发展是代表3倍的速度。OK， 然后另外一个就雇个10遍的，然后我们控制那个。自从2013年以来，他已在国内将联合办公空间扩展到10几处，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我们在上海，然后就在宁波、苏州、杭州，几乎一条高铁线，我们就能打通了。这样子对我来说，对于我们的人员的管理半径来说，是减低了很多。以前你想一想，你说你要在苏州跟杭州，你的管理半径也是非常非常吃力。现在我们去苏州可能就1.5小时，我去杭州可能就1个多小时。人一生至少要花1/3的时间在工作上，这是何善恒常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高铁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也提供了一种有品位的工作方式。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区域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世界第6大城市群，也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密集的区域。正是在这一区域内，沪宁高铁、沪杭高铁、宁杭高铁、杭甬高铁、杭长高铁和合福高铁构筑起网状的快速客运网络，推动着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有了高铁之后，一般这种情况下可以控制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内。这时候呢，城市间的出行时间和城市内的那种公交的出行时间实际上已经差不太多了，甚至有可能比城市内的出行更加便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城市圈，就真正的把这个大城市以及大城市周围的一些卫星城市就给它整合在一起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城市圈的一种结构。那上海的话，周边的昆山呀、苏州啊这种城市，现在基本上就是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的距离。那么有很多人呢就住在昆山，然后工作呢在上海。全长850公里的合肥至福州高速铁路，跨越了皖、赣、闽3省，贯穿了黄山、婺源、三清山、武夷山等诸多风景名胜区，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高铁。合福高铁开通后，
合肥到福州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8小时减少到4小时。当你把这个高铁开通之后，旅客在路上的时间，在这个路途上的时间就变得很少，他用来旅行的时间就确实就增加了很多，他的旅游体验，他旅游过程中的这种紧张感都弱化了，体验提升了，那么对这种旅游的品质啊，它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效果。在北京南站，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趟高铁列车开出，高速铁路采用高密度公交化开行方式。在中心城市工作的人不必要一定要住在中心城区来承受高房价、交通拥堵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压力，他可以通过高铁的衔接，可以在中心城市的周边的城市来居住，然后在中心城市工作，那么也就使得他这样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这种两地化呢，有了一个快速交通的支撑，对他的工作质量也好，对他的生活质量也好，都有一个改进。平稳舒适、安全可靠、运能充足、方便快捷的高速铁路，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提升了人们的出行品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高速铁路创造着巨大的社会效益。高速铁路不仅给生活在城里的人们带来便利，也给遥远偏僻的山寨带来改变。这个机会看苗族的那么漂亮的衣服，我们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感谢。正是高铁让欧东花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欧东花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绣手工艺传承人。这天他来到自治州的首府凯里市，在集市上挑选最新的刺绣样品。从8岁时跟随祖母、母亲学习刺绣开始，至今他从事这一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已有36年。就像闭塞的山寨一样，刺绣、银饰品这些苗族和侗族的传统手工艺，以前被埋没在连绵无尽的群山深处。他们来我们地方的时候收藏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你们做手饰，你们做东西太棒太棒了，真的挺好看，他们就说这样，他们就来我们当地吧，都是一家一户都问收。随着欧东花渐渐成为一名被外界认可与肯定的苗绣手工艺大师，他意识到这一民族工艺独特的艺术价值，决心让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然而要将苗绣推销到广州等大都市，交通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普速列车时代，从贵阳到广州不但要倒车换乘，旅途时间也长达20多个小时，那段经历给欧东花留下深刻的记忆。人又多，车又少，都是请你订那个车费都好多钱才给那个车费，对啊，就没有座位，以前都是全是站的。改变来自2014年12月建成通车的贵阳至广州高速铁路，它以250公里的运行时速，将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大幅压缩到4个多小时。凯里也设立了高铁站，
现在去广州变得轻松而惬意。哎，谢谢。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很辛苦了哈。随着欧冬花越来越频繁地进出广州，越来越多的苗绣制品也出现在那里的各种展位上。这个你看，你看做衣服也是后面还有。我们搞这种衣服有很特别。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以前吧，我去一下黔东南，我得坐火车，坐完火车坐公交车，甚至有时候会坐马车，还有时候会坐飞机，各种交通工具啊。那现在我去一趟黔东南，我就只需要坐高铁就可以了，真的很便捷。那很高兴你了，下次我们还是合作啊。要给我煮酸汤鱼。哦，好的好的，没问题。家乡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日益便捷和紧密，欧冬花也有了新的谋划。她和丈夫筹资建起了一座民族博物馆，向乘坐高铁前来苗寨的四方游客展示和宣传民族传统文化。随着贵广高铁、沪昆高铁、上海至贵州东段相继开通，贵州也从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内陆地区转身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开放省份。从就是我们家乡到贵州了嘛，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奔波，太累了。然后如果是以后能就说是高铁能建起来了嘛，会更好，我们就说路途啊这些沟通啊弄贵州这边会更好，更方便。高铁连通着经济发达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向开放的同时，也推动经济发达地区的资金、信息和部分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从而使区域发展更趋平衡。如今泛珠三角4小时经济生活圈已初步成型。当高速铁路逐渐形成巨大而稠密的网状结构，人们不仅构筑着新的生活时空，也构建着新的经济版图。在中国东部地区，京沪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的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8%。在中国西部地区，成渝高铁不仅连接着成都和重庆这两大区域经济核心城市，也串联起整条成渝经济带。新的城市群正在迅速形成，新的经济带正在快速崛起。伴随着风驰电掣的高铁列车，高速铁路正在重塑中国的城市经济格局。那么这个城市圈内部呢，就会借助高铁对它内部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它呢能够它的优势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那么当我们这个高铁在几个城市之间都形成这种城市圈之后，使得这个城市圈的影响力呢顺着这个高铁进一步的扩展，形成了这个一个高铁的经济增长带。所以这也实际上也就是高铁如何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产业带的这个经济带的形成。这就还是一种时空压缩的一种效果。兰州铁路集装箱编组站是中国出口货物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一个铁路枢纽站。从这里出发到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仅需要12天，比海运缩短12天。由兰州出发通向乌鲁木齐的高速铁路主要承担客运任务，而既有的兰新铁路则将以货运为主。这样客货分流使兰新铁路的运输能力能提高2倍以上。每天要进的货物列车数量呢在15000辆左右，高的时候能达到18000辆。而货运能力的提升将有利于完善中国向西开放的新格局，使丝绸之路复活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因为我们以前的客货运输呢是共线运行的，那么客运跟货运呢是抢能力的，
现在高铁呢能够把以前以前旧铁路上的一些客运的需求转移到高铁上去，那么普通铁路上呢，我们的货运服务质量也会提升。铁路的货运服务质量提升之后呢，同样也会迫使既有的货运市场上的各种运输方式提升它的货运效率，改善运输的质量，使这个整个全社会的物流成本、物流的效率都会提升。高速铁路不仅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赢得整个世界的青睐，逐渐掀起建设热潮。而中国的企业也以其建造实力和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高速铁路的建设与合作。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其国内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直抵地中海沿岸，构筑起一道迅捷的交通走廊。这条全长533公里的高速铁路，其中158公里的路段由中国企业修建，包括37座隧道以及总长度超过10公里的桥梁。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中国的高铁建造技术由此进入国际市场。沙特阿拉伯也正在修建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麦麦高铁，它将以360公里的最高设计时速，将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连接起来。在这条450公里长的高铁上，中国企业承担了麦加至吉达段的线路工程。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将为沿线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实现互联互通提供助力。2016年1月21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建设的雅万高铁举行开工仪式，这条广受关注的高速铁路步入正式建造阶段。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其国内第四大城市万隆，线路全长约150公里，设计运行时速300公里。建成通车后，两地之间的旅行时间将缩短为40分钟。雅万高铁的建设不但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还将采用中国标准。这意味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已走出国门。比如现在我们与俄罗斯合作的莫斯科至喀山的高铁，与东盟相关国家合作的中泰铁路、马新高铁等等，这些项目合作得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相关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衔接，那么构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个通道上的一些战略合作，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当高速铁路推动铁路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复兴，在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仍然方兴未艾，并面临新的机遇。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递增，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4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将近7.5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77%。目前，中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已达240多个。城镇化，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历程。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城镇化加大了对高速铁路的需求，同时高铁将促进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市以及城乡间的布局优化调整，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是由中心城市要带动啊广大的地区城市或者是小城镇的发展，而不是把所有的人口都聚集在中心城市。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布局的目标，必须有快捷的交通。那么如果有了快速的交通方式相衔接，他们能够享受与中心城市一样的发展机会，也能够发展与中心城市相配套的相关产业。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能够有一个重要的支撑。201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勾画了新时期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高速铁路将由2015年底的1.9万公里增加至3万公里。未来以打造沿海、京沪等八纵通道和路桥、沿江等八横通道为主干，城际铁路为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将构筑起相邻大中城市间1至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半小时至2小时交通圈。越织越密的高铁网将深刻影响和改写中国的经济版图，它将改变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格局，构建全新的生活空间。2016年9月10日6时31分，随着1908次高铁列车从郑州东站发出，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开通运营，这同时标志着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中国高铁已经突破了2万多公里，很自豪啊！过去坐的那个卧铺，哇，都要10几个小时，哎呀，累死掉了，坐的腰酸背痛的。那现在这个特通，现在这肯定痛快了，才几个小时。郑徐高铁今天终于开通了，我们作为铁路职工，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不忘初心，继续前行。郑徐高铁途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362公里，仅用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即建成通车，再次显示了中国在高铁建造领域的实力优势。郑徐线开通，中国高速铁路将超过2万公里，这个规模占世界高速铁路的60%多。同时，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的动车组达到了2400余组，这个规模也占世界高速铁路60%。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是实实在在的高速铁路大国。高速铁路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实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没有一寸高速铁路，到建成世界上运营里程最多的高速铁路，从汲取国外先进技术，到构建起自我独立的技术体系，借鉴与创新，挑战与进取，铺就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之路。中国高铁，它带给历史的是奇迹，带给现实的是力量，带给未来的是启示，带给民族的是自信，带给国家的是荣誉，带给民众的是福祉。